小孩手脱皮是什么原因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赵光宇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。小孩手脱皮，第一个原因是一些维生素的缺乏，例如说我们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的一些缺乏，会导致我们手的皮肤干燥，会有一些倒刺出现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补充相应的维生素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这种情况常见于一些小孩不爱吃蔬菜水果。 摄入不足的一些小孩儿，但是我们一些疾病也会导致我们的手脱皮，例如说在一些川崎病、川崎病啊后期会容易手进行脱皮，我们链球菌感染之后手也会脱皮啊这样一些表现。其次的话就是一些皮肤病也会引起来，例如说我们一些季节性的一些皮皮炎或者一些湿疹，也会导致我们局部进行脱皮。另外一些理化因素，就是任何的理化因素导致我们表皮坏死。 都会导致脱皮，例如说我们用水烫了一下，指头被夹了一下等一些原因，都可以导致后期皮肤脱皮。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进行涂抹药物的。这种有一个抹涂抹药物的，还要看有是不是有皮肤就是有皮炎的出现。例如说我们有一些真菌感染导致的一些皮炎，可能就需要抹一些抗真菌的药物。啊、呃，例如说一些湿疹的话，我们也可能需要抹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治疗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只需要观察就可以了。